开口的时候便沉默。这世界有神秘有赤裸，我该要怎么做？新的未来才会兑现承诺，躲在角落会让人更焦灼。 算带上了吗？我看错了，有点松。对，这两天要稍微固定一点点，这两天耳朵低了，可能下巴要稍微扣一下。耳朵还是不太对，好像是吧？有点太上，可以这样。这样，再高一丢丢。对对对对，要这样。如果是寸头的话，其实会很明显隐形面具，就会没有那么像就是超现实的脸。啊。 紧吗？太紧了吧，崩了吗？哦，戴上。你给他拍一下。有假发的可以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！哎，但是脖子厉害很多。脖子。所以重点精华在脖子。他们说我是小丑，严肃的滑稽，so 啊哈哈哈哈。我这个讲就是说现实其实一点小，然后虚幻的，因为我会丢，就是虚拟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背景是虚拟的，我这一身如果是现实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包养，不想听，不想看啊。对呀，那不很要命？是个很好，是个不好的。就是有一种被。 鞋的那种，其实我觉得很好，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在最开始无眼的味儿，或者是各种看似好像都是这个寸头阳光的少女的长相，但实际上是我并不喜欢的样子。 我觉得全身好，对对对，而且全身的那个张力也是更有那种形式感。我这个是干嘛呀？是看着自己那个银头发是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看就是正常拍照。哥，你刚才臭的这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巧妙，很巧妙。得亏是你的。哎，这头再大一点就戴不上，非常的巧妙。哎，下次太好玩了，落在肩上。对对，落上。好，但是你得，哎呀，哦，那这个容易有夫妻那种。试一下。得卡在这儿吗？还蛮厉害的感觉。 哥费大卡，你马上就要去外太空了。说我看一眼，这里边是透气的吗？你们松手，都松手了，松手了。我刚才松手。卡得住吗？还好，能，它能卡在肩膀上。拍出来应该。带反了呀。但是前面会，但也会有哈气，对，有哈气。没有反，没有反。没反，因为它肩膀会往后面倾。咋拍啊？说话是有回音的。镜头里看一下。